晨五点多，警方看到锁定车辆，逆向疾驶，挡住他们的去路。支援警力从后包夹，玻璃室上前喝令要驾驶蹲下。女警也很霸气，要从副驾驶座下车的女子乖乖不要动。这两人看似莫名其妙，但远警不可能无缘无故拦人。原来他们在凌晨三点多与辆黑车出现在开枪现场。黑色轿车右侧车门旁还有 A 柱上有两个疑似弹孔痕，钣金直接被打穿。附近住户说，凌晨三点多听到外头好几声的鞭炮声。我听到那种好像放炮的声音，放鞭炮的声音，听到像枪声一样。对，几声？大声音。大声。以为是放鞭炮，没想到是有人开枪。警方获报到场，双方鸟兽散，只留下一辆黑车，地上还留有弹壳。事发在淡水的淡海路206巷，30岁的张姓车主轿车被轰两枪。警方调阅画面，锁定一黑一白两车。没多久，在新生和新民路口拦不到白车，但他们公称只是去看热闹。所以很凶啊！所以很凶啊！应该是摩托车从那边都追过来，那台警车是把他挡住，不让他走。白车驾驶避重就轻，向警方说是朋友的纠纷，与他们无关，也不肯透露黑车驾驶的身份。纠纷的部分呢，我们目前都还在调查。车主是租赁车，那我们目前呢还在持续调查中。是谈判破裂开枪泄愤，还是设局枪击？警方以车追人，要揪出开枪男，理清动机。三新闻丁伟杰、郑祥仁、邵子昂新北报道。